好，我们接着到亚洲地区来看，这里是佛光山新马寺，也是以喇叭粥来结缘。全体佛光人动起来，准备20000多碗的喇叭粥，送到了社区、校园，还有弱势家庭手中，发扬佛光山以慈善福利社会，愿所有吃粥的有缘人都能够平安健康。一碗一碗热腾腾，料多味美，香气扑鼻。马来西亚佛光山新马寺举办一年一度喇叭粥结缘活动，青年义工集体创作，把满载爱心的热粥送到校园以及社区单位，开心领取，品尝佛陀智慧法味。国际佛光会马来西亚各分会全员动起来，送出27000碗喇叭粥，把人间佛教三宝精神传递社会各角落。每一碗都承载满满关怀，吃出欢喜，吃出健康，发扬佛光山以慈善福利社会，温暖人间。人间卫视马来西亚新山综合报道。